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不对？今天除了学院派的人哦，很多我们这个本地的朋友、哦、也入列了，对不对？我贴到摄影机旁边，弄东打一牙啊 啊，对不对？所以啊，我说这个以后啊，演讲啊什么的，一定要这个你要去掉一些报纸名词啦，真的、啊，你讲白话一点，卖公雄嘴哦，不要公雄嘴那个。会议论坛协商麦克斯最专有名词了、啊、你就是白话一点现在这个讲白话一点白话一点然后最后喊一句专国民就击败啦击败啦讲白话一点我给你拜托一下不然没有用啊不然没有用、啊、讲你那讲的很多专有名词哦因为专有名词你讲的那一瞬间你会有那种骄傲感是吧那种学院派的感觉就出来啊人家一压啊你这学生啊哈哈没我的份，对，没有我的份，人家感觉没有他的份了，你知道吧？没有他的份，你就抓着大便，这就是你的份了啊，对不对？对不对？讲白话一点，讲白话一点。